哇！阿燒鴨你做緊咩？今日咧系我哋西环大扫除嘅时候啊，我执咗好多宝物出嚟。咁不如送晒俾大家啦。好啊好啊。有啲咩嘢啊？譬如有电动工具啦，有手动工具啦，有啲文具啦，仲有咧？另外咧，仲有电灯胆啦，有运动用品啦，仲有宠物用品。仲有好多电线啊 ，LED 灯胆啊，仲有好多林林沈沈嘅嘢，咁点得到呢？大家咧系可以喺呢两日啦，去到嘉麟台18号噶。咁啊，记住带住你哋嘅环保袋过嚟拎就得噶啦，全部都免费送晒俾你哋噶。记住要守秩序啦，保持环境清洁啦、另外一样咧，大家都知道啦，咁我哋呢度有个善款箱啊，咁其实咧我哋一直都做好多慈善活动啦，帮啲老人家、长者咁样噶，咁随缘落座冇所谓嘅，大家中意入几多落去都可以噶。咁记住嚟到嘅时候咧，就保持清洁、保持秩序，唔好咁自私，一次我自己攞晒啦。咁呢度攞完嘅时候咧，亦都可以当然去我哋搭翻车落去弹行嗰度睇下啲咩啱睇噶。咁约定啊，呢个白色情人节3月14号噶，拜拜。